照道理要换啊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机车行的老板有没有叫我换原本的，跟现在的哦差很多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爸，今天我们要来更换空气滤净机。我这一台车是进好125，因为它现在有一个状况，就是时候它会熄火，就是偶尔会熄火，所以就想说先换个空气滤净机，它应该就会改善这个状况。因为如果你空气滤净器太久没有换的话，它就是骑车的时候你偶尔骑到一半会熄火，还有你要发动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不好发动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换这个啦 ，Go Go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换这个空气滤净器，因为我看它好像是用十字的而已，所以就是准备支十字旗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换它，拆一下，因为还蛮久没换的，所以就是想说自己 DIY 换。假日来装一下，还是给人家赚，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赚哦。真的不好看，是不是有一颗螺丝还没下来？其实好像是五颗而已，找到第六颗了，这是第六颗。是还蛮累的，弄来老花啊，螺丝掉了，先把它夹出来了。开箱啊！哎，怎么还打不开？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先把整个都拿下来吧，不好拿哎、欸。哦，下来下来，啊，下来了，看一下，哦，弄灰尘了，都是灰尘，空域又长这样。我们要换的就是这一片，哦，很脏对不对？超脏的，成年的灰尘，两三年了吧。照道理要换啊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机车行的老板有没有叫我换。先稍微把里面擦拭清洁一下，其实里面算干净呢，没什么灰尘，代表雅马哈他们的密度做得很好，这空滤真的是其实算干净，你看都没什么灰尘。好，既然里面都很干净，那外面就稍微擦拭一下，还有这个管也是，要稍微擦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箱，这个打开了，原厂的雅马哈的。你看它原本的跟现在的哦差很多，对不对？我刚合了一下，就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盖子装回去，然后再装回去以前，就是先把它擦拭干净。灰尘也蛮多的，擦一下就好了。要洗，因为怕水吸进去，所以擦一下。欢迎收看 VS Media， 我是戴斯尔苏，我是风斗编。周一至周五每天中午12点，小编造口业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，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擦的差不多，擦好了。那就把它装回去，然后装回去是就是这个洞一定要跟这个洞靠近，所以要稍微的闪一下。
包装，就是方章直接放进去比较适合一点。哦，好，这样就进去了。那我们现在把螺丝先把它稍微的固定一些，有可能稍微熟一下。因为我们算是自己 DIY， 所以时间都会耗比较久一点。像我装这一片都差不多花了快半小时，那一般去机车行他们应该5分钟、1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。啊，可是 DIY 的乐趣就是自己 DIY 自己用，然后可以了解自己的车的状况，蛮好玩的。锁紧的，不是就是紧就好了。OK， 这一颗还没紧。寻一下，可以，1、2、3、4、6，好，6颗螺丝 ，OK 了。那先来发动一下车子。发动一下车子，好，让它电机跑一下。OK， 好，一发就动了。你看，好久没换，所以这个还是定期的要更换。我是太久没换，就6颗螺丝哦。如果你长期到一半会熄火的话，就是代表你要更换。影片结束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再帮我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